好了，即阵嘛买万年花，可能都要加开一寡钱，因为彰化观花单向万年花即嘛大出，拄啊好是采收期。今年气候较无正常，搁再互冬团济暖，万年花产量减差不多八九成，剩差不多收成一成。这个价格已经压价十年来上介贵，已经有花瓣甲无花，有布件甲无布。正规人大家都开开餐，啊那价格本来一斤百二块，起价百八块，起差不多五成。这都无啊，都收无啊。花农咧采收万年花蕊，不过煞愈采收心情愈郁卒，因为逐永时即阵的花田内底的万年已经是开甲铺片啊铺片啊，不过即马逐丛万年煞干那剩几蕊啊花尔尔，会使讲是无花通挽咯。今年明年的问题吼，就是咱的气候吼差足济，较早挽十斤，即马挽斤外啦，啊，逐个叫苦连天，你看花遮水未开啦。彰化花旦乡是台湾主要的这个万年产地。目前差不多有种30公顷的万年花田，今年因为受到这个气候和虫害的影响，万年花比逐一年伊的产量差不多减了八九成嘞。收的价钱嘛，对一台斤百二块起到百八块。因为咱今年甲即卖花期吼，一定收比较贵半，但是咱的收成的量吼，较无甲顶年的吼三成。万年花产量少，安尼连带着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价钱。所以农会嘛唔敢凊彩来甲调较悬嘞，农民嘛简单会当希望天公伯来斗帮衬，唔通让这个血汗钱安尼收袂转来，嘛希望政府会当来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